的表现。在第九道的印度选手施万卡，包括第二道的中国香港选手梁君怡，这都是十一名。在 U20 亚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枪的表现。好的，选手出发，希尔瓦莫朗现在的领先还是比较有优势的，石川优在这个阶段逐渐开始掉队了。希尔瓦莫朗处在第一位，率先撞线，全力的去冲啊！这一枪11秒58，到最后似乎想收着劲儿跑，但是已经收不住了。似乎想收着劲儿跑，但是已经收不住了。